输了，到时候镇妖剑就归我。雪剑姐姐，天妖皇一招就可以把哥哥打死的。菜芽，废话少说，看招！菜芽，菜芽，你没事吧？早就说过，我一招就叫你爬不起来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你输了。我哎，你不是说一招就可以把我打得爬不起来吗？哎，我现在起来了。哎呦呦呦！我不会。景天，你不是说十招之内吗？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我是很遵守承诺的，还有九招的。哇！你九招，美女，你对他没信心吗？你也可以改变主意，承认他是个窝囊废，这样大家可以省些功夫，你哥哥也可以少挨些皮肉之苦啊！别上当，一招跟九招也差不多嘛，九招就九招呗，来！对不起，长义。不用说了，长义都明白。你做了最正确的决定。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带着水灵珠返回蜀山去，我们除了对不起苍生，更对不起景天，对不起他对你的信任。景兄弟，知道吗？景天替代了我们蜀山所有人，进了锁妖塔，去夺镇妖剑。怎么可能？他根本不懂武功呢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是因为他相信你，他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当武灵珠发挥威力之时，他就可以得救了。他一直被人视为普通人、小混混。他尚有如此魄力，我们身为蜀山弟子，更没有理由退缩。他什么时候进去的？昨天破石入塔的。我太荒唐，太荒唐了。你告诉他，我们现在正全速赶回去，叫他挺住。金兄弟，是我，我是长青啊，你在哪里？快点告诉我。金兄弟，金兄弟。认输吧，窝囊废！还有几招？一招！一招！还有一招！第十招，我一定把你干掉！你赢了吗？哼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不承认你就没有赢。明明是后十招的，
输不起就别赌。要不这样，我们一人退一步，我不要你说今天不是窝囊废，我只要你的镇妖剑，怎么样？嗯，凭什么？你赢了我了吗？你连还手的余力都没有，像个虫子一样爬来爬去。虫子，虫子，没错，我是打不过你。不过我也没说。嗯，你要不要再赌？再借我十招，就是100招也没问题。哼，看来你的口气倒是很大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吃大蒜长大的。他们实力太悬殊了，你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我过去之后再对付他们。长青大侠，彩牙他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你快来呀！你们小心点。我赢了。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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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才借我20招。20招算什么？你还是个窝囊废！不行，你要借我100招，100招才算是个人。不要！100招，只有100招。今天让你输的，心服口服。呀！金兄弟，不要啊！金兄弟，大师兄，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赶快回蜀山。以你的功力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好，嗯。我也来帮忙。子轩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不说这个，你好好的记住，我永远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水凝珠拿回来，妹妹，你好好看着，你哥哥不是窝囊废。呀！爱你了，天地间风雨忽然变，有情有义的人都要回来，爱总会来。生死注定的来世。